有一天，领导视察小区市场，走到肉档前面。肉不错，生意怎么样？平时挺好，今天一斤都没卖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您来了，顾客不准进入。那我买两斤。卖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您来了，刀不能带进来。刀没带也行，就买这一整块。也不能卖。又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来时，每斤卖25元，你来了，每斤卖20元，每卖一斤，亏5块。那就按每斤25元的价格，来一整块。那也不卖。又为啥？因为我不是卖肉的，我其实是个便衣刑警。把你上司叫来。他在那边在卖青菜。